禅师是净土中一位非常修行境界非常高超的一位高僧。所以呢，伊在第二时间一开始，一开始就讲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下定决心，要编就金雕成佛去。当下的心是要成佛的心。六班化主，六班化主就是西方教主，阿弥陀佛啦。伊向，伊就是看到咱娑婆世界，看到众生受苦受罪啊，所以咱袂使讲。三心两意，来放下。那么咱在座各位要参加这三世协念，除了恁个人哦现前参加发挥以外，咱要为着咱朝见同乡、历代先人、祖先啊、远亲祭祖、地基祖等等。十方法界众生，拢在当时，在这个时阵，听咱在上经，听咱在做三世协念的法会。你愈恭敬的心，愈虔诚的心，你所得到的功德是愈超愈殊胜。这个功德呢，愈圆满，所以袂当散乱。咱是代表着伊，咱的心愈坚定。心如虔诚，咱的累世福报，有所接受到这个功德，是愈重要。所以啊，发挥正念的时阵，保持着恭敬、虔诚、不散乱的心，不能呢嬉笑玩乐。法会是庄严的，不能嬉笑玩乐。因为嬉笑玩乐呢，法界法界众生啊，因毕竟在这个轮回之间啊，内心是比较较沉闷的。咱爱善护念、善护相，以最恭敬的心，希望因现在就会当得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正当时，愿复遍十方世界极乐世界，三光水色顺光合空，尽待地是千态故容。尽待地是千态故容，就是讲十方法界本来就是清净，只因众生一念迷，因此呢，才产生了种种的罪业，所以。花开鸟啼，如行照镜，自是不归的，是咱家己去倒转，几遍是几遍，只要你肯发心，信愿行持足，必然得生净土。所以五恶缘境有随尽，只要你讲得到，啥物人拢挡你袂掉。只要你愿意一心归向西方净土世界，一心清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必然得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什么人都无法度阻碍到，所以黄金币就变相随啊。黄金为底吼，不管是拢存在，为喜行人独有。为喜行人就是呢，只有这个愿意修行的人，而且法度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愿意发心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才法度得生到这种境界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白玉何高见不昧啊？白玉何就是咱阿弥陀佛的白和尚讲啊，自过去到现在，一直拢存在。所以呢，一句佛号阿弥陀的诸功德心，是咱因为无明妄想杂掉的，看不到阿弥陀的诸功德心，所以咱现在一心一意，把这个法会用功。一定会得到真大的感应。哦，白玉何高见不昧啊！阿弥陀佛的诸功德是照耀着咱，所以咱的心中
拢存在着阿弥陀的尊光摄性，庄严观者心中，啥物人较法度接受着白毫相公的尊光普照？就是有信心的人，有愿力的人，有慈悲心、有菩提心的人，也就是讲有信愿力、有慈悲心、有菩提心，伊就法度执着着阿弥陀的尊光摄性。所以得万法是心功，万法为心所系，诸缘为心跳，诸缘就是环境，是咱的心清楚明了，所以一切因缘所生，为心所系，本无别无因啊，本无别无因，只要经得了，只要现在当下清楚。你就是一个清楚觉性的一个修行者，一经现前众德，现前众德嘛，除了咱在座的你以外，包括咱的法界，咱的超殿大上的诸神灵众德哦，下念第二十佛书，成了是一股如何之勇。琉璃地上双顶冠，寒淡花海戏水琴。阿弥陀佛。Oh,
念到心口不灵光，三手归来重剑笔，花开赤壁已青红。这一念心是清净的，或者是烦恼，拢介在这一念之间。一念心是觉一佛，一念心灭一烦恼，所以是心是佛，众心了。愿你来成就道业，或者要轮回六道，拢在咱一念之间做决定。所以咱在第一首讲，极乐世界为什么叫做极乐世界？是因众苦不离亲，所有的苦在极乐世界是不存在的。那么苦为对人为贪心来，贪心就是迷惑、迷惘、贪求。所以在第二时呢，讲了咱是心是佛众心呀，啊，决定的心，要成佛的心，由咱这一念心做决定。所以念到心空不离空，念到呢，咱的心佛并无差别。当下的心清净的心，就是佛的心。所以佛心者，就是大慈悲心、大解脱心。带一静心，所以念到心空不离空，因为你当下你本身就是一个清净，这个法性，清净法性现前，就并无心佛之差别，就迷惑众生叫常相，所以三修归来就坚定，三修就是放下。来到净土世界，咱爱重新呢，好好来检验着咱这一念心，重检点着我们呢，检验一下，这个心量的心是不是保持着平静、平常的慈悲心，放下着一切世间所贪爱的虚妄心，所以花开赤壁已青红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是。邯郸就是这个花蕊的包条的，等待着呢莲花化身，所以莲花一开呢，有青有赤白，不论是大莲花、是青莲花、赤莲花、白莲花、黄莲花，拢是上极乐世界清净的代表。所以一念心清净，一念心即是佛。所以到中道，唯心佛一念，唯佛众心念，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。这是在《华严经》内底，释尊有讲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所谓心者，心有多种。咱咧讲即一粒心嘛，心有分正多种。那么简单来讲呢，有第一个叫做欲贪心嘛，就是即个分别所生。而讲咱现在心中分别一起所生者是，就是咱现在即个肉体，咱即个欲落贪心，父母所生。第二呢叫做缘入心，就是咱眼睛的善恶。顺业境界，这个境界所产生的种种分别，会想好的、想歹的，顺境来，咱会起欢喜心；逆境来，会起烦恼心。就这个心呢，对着啥物境，产生着什么种念头，叫做缘入心。入者就是思维，缘者就是境界。这个心得了什么见悟，就产生了什么种念头。那么安尼心嘛是有差别相，嘛是有种种的计较烦恼相。所以缘入心者，就是咱得了这善恶顺逆境界产生的念头。第三呢，是临地心、临知心，在金刚经呢。以前我叫做厌无所住的清净心，那么莲地心
是昏天差理不乱，就是讲无论轮回生死多久的时间，这个一念清净心啊，这个清净心啊，将来唔捌有任何的欠缺过。哦，所以讲是昏天差理不乱啊，你迄三者离离清啊，三者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经过着种种的变化，无论是过去到现在，为现在到未来，迄、那个清净的灵智心，在性不增，在幻不减，迄、那个心就是咱的灵智心，本人独照，从里面不滚啊，在性不增。在还不减，处心所有，列诸毒药以除害，以灭烦恼。我闻果龙七义中天，诸佛无智，假名为师。诸佛之所以了解，这个。清净心、明慧心，清楚明白，所以去彻底明了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所以佛不必再颠倒，唯有凡夫一念起起颠倒相。所以咱现在学佛的心，就是要清净了解的，什么叫做明之心、清净心？有这个目标，只要你肯开条、开条，便是叫世界。所以众生灭之，变成梦想，是以佛即众生，众生即佛。七心化无佛，亦无众生归灭，我自有自有觉，故凡心离众业，其余十不众生三不差别。儒家大师呢有讲：梦来明明有六道，甲休。空空都是大乘，儒家大师呢是咱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一个弟子，伊另外一个名字叫毗烁觉，伊就是呢去到这个六祖的道场，亲近六祖呢，在迄个所在叫一名啦。啊，在这个六祖这个引导之下，大彻大悟，做到一个明后啊。叫做毗烁觉，那么伊啊讲了一句非常重要一句话，伊讲咧，梦中的明明都有六道轮回，但是觉醒以后呢，空空无大千啊，就像是咱咧做梦，梦见所有都足真实的，但是醒起了讲原来是虚妄的。咱现在六道轮回嘛，不过是一场梦。但你的心呢，甲这个佛的心相应，这地方也清，这地方自然就是清净，不需要去甲任何跨界甲执着。既然是个人如此啦吼，个人如是，即经文经中有讲呢，总是西方各世外的佛土，有世界名外极乐极土，亦复佛陀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终不出离心解脱，本性弥陀，有时离离即今现前。可无教练下朝见同向众生灵定，其性也莲花朵朵，其木也行处重重。无一时不杂莲花，无一量不一足乎？心如是，七道。离处心佛众生外，便有相量出一模。大梵进来，绝进来，辟恶化中有形态，遥望金沙地下外，波光雄壮玉流台。